rồi rồi, bye bye, mình xuống rồi, xuống ha. Xuống.放松，放松。清醒噶嘛？去入醫院嘅時候，喺醫院嗰段時間變咗植物人出翻嚟喎。在醫院嗰陣時候，真係你點樣搣佢啦，或者用針刉佢啦，佢係完全冇反應嘅。但我又覺得係咪真係一世會係咁咧？係啦，右手食指嚇、啊、痛啊，係咪咧？如果抽不到胃液就要用聽筒聽，因為它的胃液出來要試一試那個酸鹼度，即是他們的消化。另一個胡先生在2012年底中風入院，醫生和他開腦清除淤血，但之後一直處於植物人狀態。出院的時候因為找不到合適的院舍，胡太 Cindy 唯有接佢翻屋企，一个人全程照顾。做咩啊？咳啦，咳啦，系咪咳啦？喺呢度。冇乜时间休息。變咗係趁餵奶呢個時間咯，同埋你睇我屋企有咩地方坐啫，冇地方坐，都係咁樣，佢坐曬。嗱，抹下個嘴先，我哋啊，放心，即係用手同佢抹口就乾淨啲咯。棉花棒我覺得冇咁乾淨，我仲可以同佢按下裏邊條脷啊嘛。但係其實係唔啱噶，所以呢個動作係唔啱嘅，危險啊嘛，因為佢會咬，佢真係咬噶。佢咬到我係會手套都穿埋，瘀曬流曬血噶。但而家乖咗好多，而家乖好多。即係如果初初嗰陣時同佢抹咧，係真係佢真係咁。而家咧，咳啦咳啦咳啦，而家咧，如果譬如佢一咬我，叫佢放鬆，我話我好痛咧，佢會識得放鬆。係，我初出院嘅時間，我真係無助啊，因為我乜都唔識啊嘛，我完全。我连换片都唔识嗰阵时，你叫我点样照顾一个植物人啊？真系好彷徨噶，佢冇咗头骨啊嘛，即系成日惊整到佢个头啊。佢个血压已经唔稳定啦，同埋个样子好似好辛苦咁啊，但系我又唔知佢边度有事。在醫院有醫生有護士，但是在家就不是了，只有我。喂，爸爸，落床了，起身了。
Cindy 话，胡生喺手术后被评为需要喺医院环境接受长期护理嘅残疾人士，但要轮候呢个级别嘅公营疗养院，平均要等25个月。不过住院唔够2个月，医生话胡生已经冇临床嘅医疗需要，加上床位不足，要 Cindy 安排佢出院。一个咁严重，佢连喉咙嗰个造口都未除啦，即系仲系靠个呼吸机透气，又冇意识，咁你要我去边咧？我当其时啦，俾咗个离院计划书佢哋嘅，即系等佢哋安心啊嘛，即系唔好以为我净系讲，因为其实我帮佢搵院舍，我搵到翻国内噶。Cindy 一心帮丈夫搵私家院舍，但好多都唔愿意接收情况咁严重嘅病人。点知有日佢突然接到通知，医院单方面为胡生申请监护令，原因系佢嘅出院安排已经拖延咗9个月。医生系私自咁样申请呢个监护令，变咗我丈夫嗰个去留啦。醫療啦，甚至乎做手術，我都冇權過問。社工同醫生都有強調一樣嘢，就係話你出院啦，你出咗院呢個監護令咧，就係即係已經係無效噶啦。我亦都係有經濟嘅困難，我需要我將我自己自住嘅物業去變賣，咁佢哋唔係好諒解咯。想表達我對誒依位女士嘅同情，喺某些個案裏邊咧，我都會見到咧，係醫院咧嘅醫生咧，係若因著佢哋嘅可能唔完全了解監護令嘅運用啦，同埋個精神啦，笑我大膽講咧，係真係會利用監護令去逼家人咧係離開醫院嘅。依啲咁嘅情況咧，主席，我哋咧就會喺個聆訊裏邊咧，向提出嘅醫務社工或者醫生提出質詢咧。甚至乎咧，系提出指責嘅，落曬嘅喎堆水。係啊，係陣間3点就食中藥咯。專業護理嘅啦，你都係變成我啲新仔嚟噶啦。哇，幾時做到10几20年？唔知道我死先定佢死先嘅啫。唔好講，好複雜。Bobo 係傷殘人士自助組織嘅成員，長期要照顧有嚴重傷殘嘅仔仔。对胡太的处境感同身受，你真的没人帮你得你一个恩，是不过舍得就其实就不好舍得，或者没人舍得，不是你舍不舍得，而我觉得他有危机，我觉得胡生如果你在扮睡或者你病病地的时候，我病啊，我觉得我坐落床，他其实又很勇敢，你勇敢一起走，我们就跟你一起走，有什么要求的就一起去求人，这样的。我收到他们这些 case， 我就个心就猛了。是他喊得多过我。但是我们又不做到什么嘛。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帮到他们，其实都是要这个社会。如果一个植物人叫你一个官看他半日好不好，我想他都不制。看他半日好不好，我想切身主地，我想做人你都會想想，或者我不用照顧胡生，我都會想想他照顧他的時候會有多辛苦咯。我會的。做運動吧，拉筋吧。啊，痛啊，是不是？你痛就出聲，好痛的嘛。右手點下額頭先，看看夠不夠高。看看先。哎呀呀呀，差點。掂到啦，掂到啦，好，再嚟多次，放松。如果你日日唔同佢做就佢死，如果日日我同佢做就我死，但系你唔做又唔得，你唔做佢就一系就缩到好似只蝦米咁，一系咧就硬到好似条柴咁。哎。责任咯，真系责任，系佢太太啊嘛，啊咁
佢又係我嘅唯一，又係個女嘅唯一。邊個代替到我的位置呢？我諗冇咯，係呢一樣咯。好，腳，拜拜。整熱咗佢先啦，跟住加啲海鹽，咁就冇咁容易生痱滋咯。係啊，真係要諗好多方法俾佢咯。但係又唔知啱唔啱嘅喎，啲方法講真，即係盡做啦。喂，點啊？樣衰衰咁啊又，Cindy 在屋企照顾变成植物人的丈夫已经一年半，应该怎样护理和照顾？她说出院前没有医生教，出院后得到的支援亦不多，唯有一边做一边自己摸索。出院后，唯一可以稍微减轻 Cindy 负担的，就只有社会福利处提供的家居护理和陪诊服务。会快啲完成呢件事啊嘛，唔使惊冻亲佢啊成啊嘛，同埋干净啲嘅。如果有人帮手，一个人做会慢好多咯。咪有阿娥佢哋帮咧，我就冇咁吃力。佢哋都会喺我有需要嘅时间上嚟帮忙嘅，吓咁但系就有限度嘅服务咯，即系佢唔会话你日日要啊，或者系由朝到晚啊。好似我之前我自己都病啊。重感冒啊，發高燒啊，我都唔可以休息咯。我變咗我每一日，我都依然係要廿四小時咁樣一路做。係啦，咁就好叻仔喎。最親嘅人，最愛嘅人，梗係希望自己俾多啲佢，照顧多啲啦，唔好假手於人啦。但係問題係，如果你要人出院，你都有一個完善啲嘅支援上邊咯。頂住咧，唔好俾跌落牀啊！係，嗱，幫佢擰個頭啊，嚇兩邊擰啊，係啦，啱啦，唔使咁快，卧高少少，卧高少少，啱啦。這個趨勢咧，就係如果醫院認為社區接得到嘅，咁咧就出院啦，嚇，由社區去接啦，嚇。咁但係最大問題咧，就係社區咧就唔夠咁多資源咧去接呢個手嘅。屋企人面對嘅就係佢哋嘅狀態，隨住出院之後唔同嘅階段咧，就好似千變萬化咁嘅。咁屋企人咧就毫無頭緒咯，茫茫然咯。最需要人嚟解答你問題，或者最需要人嗰陣時就冇咯。爸爸認得佢把聲，你個女兒啊，記唔記得？你個女兒啊，你個女兒俾你嗰首歌啊，叫你咧，認啊，有一日我就真係有問佢，即係有少少責備咁樣咯。點解好似對爸爸好似好哋好冷淡咁樣？咁佢話俾我聽，佢話佢唔敢再擺感情落爸爸度，因為佢會好痛。
哎呀，唔識得點講啊！總之一提起個女兒，我就個心會比較痛咯，會比較痛啲咯。我自己反而點樣都冇所謂咯，我自己。快啲醒啦，爸爸！我有時候我喺度諗咧，當初即係發生呢件事嘅時候，如果佢係離開咗嘅，咁可能仲會冇咁難受咯。因為如果佢嗰陣離開嘅，咁我淨係會記得即係一路以嚟嗰個爸爸咯。而家係即係日日都對住呢個爸爸，就會即係慢慢我已經唔太記得佢以前係點樣咧。最懷念就係佢同我做嗰啲好多好低能嘅嘢咯，有時候掛住佢，我就會睇周星馳啲戲咯，因為佢好中意睇。電視一播咧，就會即係佢就會喺度配音咯，即係佢就會背曬一堆白出嚟，其實咧根本就睇唔到套戲啊，係。同埋佢好大男人噶咯，即係佢係會好中意照顧人，即係佢會好中意俾你覺得。冇咗佢唔得咁樣咯，佢而家咁樣，即係我會覺得好難面對咯。見到媽媽好辛苦啦，佢其實係真係好神奇地。24小時都好似係 non-stop 咁樣照顧緊爹哋，睇翻幾首歌，啲歌詞，跟住就覺得就好似媽媽咯。其實佢自己身體都好差，所以我希望佢唔好淨係記得照顧爸爸，而唔記得照顧自己咯。其實真的很搞笑喎！佢原來咧，我自己唔記得啊，因為當日喺急症，即係喺病房啊，我真係好專注，我不斷去揾醫生啊嘛，就不斷咁留意佢有冇抽筋，佢講啲乜嘢咧，其實我都唔會話好在意。冇啊！原來我家姐話翻俾我聽咧，原來佢捉住我隻手咧。佢話：老婆，我真係好愛你嘅咁。咁我問翻我家姐，我話我點答佢啊？佢話我同佢講，到呢個時間你仲講埋呢啲嘢，你休息啦。即係呢句係佢同我講嘅最後一句説話咯。咩啊？嗱，你唔食，我以後唔俾你食噶啦。我話俾你聽啊，你好快吞啊，快吞啊！好攰咩？平時咬我隻手指又咬得咁大力，而家叫你吞你又唔吞，快吞！係啦，咁咪吞咗咯。喂，再嚟個。揸住，自己揸住只匙羹，匙羹喺呢度，递高只手揸，试下将只匙羹递高，系递高啲，摆落个嘴，系啦，高啲，再高啲。我会同佢讲，佢个心系清醒嘅，但系个脑而家受损咗咯，需要休息，就唔使心急。盡了自己的能力去做了，他又盡了他的能力去做了，我又做了我的能力去做了。
咁得與失又唔好諗得咁注重啦，我覺得。每一個人嘅生命可能都有佢嘅時間表啩。生命是他自己的嘛，我冇得同他決定的。我不知道去到哪一天我自己會體力透支到不可以再有了，但我都不會想。如果你問我想將來，我不會想將來，我做好每一天就是我的將來。